这个位置就是那个网红的一个东西，叫如来神掌。沙子那儿也未必能看见这个如来神掌，这个地方就得要飞无人飞机，太难了。你给我试试吧，你看这些车在开始玩上沙子了，你说他们真乐呵。有一个路虎，两个300，在这玩上沙子，你看那个小车就不敢动，我就在旁边看热闹。这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漠，大家看没看见这条黑色的道？就是这也是一个土路啊，但它稍微铺了一下就黑的，它应该是从那边的那个路上可以直接就下来的这条黑道，但是呢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呢，他们就把这条黑道给堵上了，那边就过不来了。结果呢还是高手在民间，因为这边风伤大，在那边就离那个位置大约就正常那个道路拐弯倒下来那个道路啊1.5公里的地方，那块有个铁道，也应该是废弃了。那个铁道那块堆积了很多的沙子，结果人家就从那个位置那儿开出一条道来，就进来了。太饿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好好的那边以前的那个道路给堵上了，偏让人家趟条野道进来，这个本来无所谓的事儿啊。很荒凉的一个大漠，又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保护的？